环游世界是很多人的梦想，而如果在环游世界的同时还可以赚钱，那真的是太美妙。美国田纳西州有一家旅游公司，他们现在就提供了一个这样子的工作机会，而这份工作名额只有一个，所以竞争应该相当的激烈。应征者呢，除了被要求必须精通英文，还要会摄影以及写部落格，所以首先呢，大家要先投稿自我介绍影片，用影片来争取这份为期3个月、每个月$10,000，大约是30万元新台币的工作。目前官网上公布的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到3月30号，还有剩下了几天，大家或许可以来争取这个全球唯一的工作机会。